这条路走着走着行不通了，这边一直有条河过不去，看他们两个很兴奋啊，前面这条路塌了，九点不敢开啊，这条路都是冰，今天就由我代劳了。咦，我靠，你在我对调呀？我一毫掉了，不就这一毫都掉了呀？酒店这个把手刚才一毫让我好掉了，这咋开门啊？从那边开吧，从那个开。哼，我估计县里边的多。哇，牛牛牛！以为要陷到里边啊，谁知道是一下子又过了。哇塞，前面这条路都是冰啊。在冰上行走的一条路。哇，开始进入沙地，这种地很容易陷车。这边有好几匹马在这边放养。可以看到前面那么陷车了，那条冰路我过来了，九点刚才跟我说他陷车了，现在我转回去救援他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咋样啊，九点，你的车那么的幸运。不中呀，快毛皮了吃。前面看起来更刺激啊，这才叫真正的换户公路。beautiful 这路能下，咱俩不会再从这路回来了吧？这路咱俩估计都上不去。你别走错路了，走错路咱俩再回去回可回不去了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纳木错湖边啊，可以看到在我脚下全都是冰，再往里面一点就没有结冰了。不过这旁边的冰真的非常的厚，站上去一点事情也没有啊。车子也是直接开在了湖边，真的太刺激了。哇，全都是浮冰在这旁边，纳木错简直美得不像话。现在是我和九点开车过来了，两辆车，阿勇还在后面啊，直接给甩得没影了，可能还在那边山上。看一下这边非常荒凉，在这里还有一个界碑，当雄县。锄头也穿上了衣服啊，风比较大。下来吧，下来。前面有一只羚羊啊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太多了。头儿，你叫啥来？头儿，还在看后面的小绵羊。头儿，